再次有请 Jolin 蔡依林，欢迎你的到来。哇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今天的服装真的非常的别致。九令，请您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，再给我们闪光灯一次机会，可以拍到你。来这里，好，我们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已经照顾到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九令每一次出场都给我们眼前非常惊艳的感觉。哎，九令这次是比较意外，因为你算是比较早来到我们红毯的，是不是有什么表演要带给我们？对，因为我要做这个开场表演，所以我先进去准备一下。哦，开场秀哦，哇，厉害！那今年呢，是我们时尚芭莎的明星慈善夜的15周年的盛典嘛。那在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里面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时尚芭莎这个明星慈善夜来说的吗？我觉得芭莎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关注这个慈善的事情，我觉得非常好。然后我们艺人也是就是抛砖引玉，那我当然希望不止15年，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再回馈这个社会。谢谢你的慈善态度，谢谢你，希望你今天晚上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表现，期待，谢谢你。